那起立来。啊，起立，我们起立。我起立，我起立。还敢听到说？听到一个，听到一个。在座组长、各位前线大哥，大家晚安。请台师晚安。印尼给你帮忙哦，讲训。那印尼这个讲训班啊，哦，我学习讲啊，大家有哪一站互相鼓励啦，哦。那当然，第一讲会当摆起伊。对成全班会的啊，这可能就是就是基础哦。啊，咱个借给这个班主的当自己的核心哦。啊，有当时啊，拄好若去访亲的，应该嘛会用到啦，哦，嘛会用到哦。啊，因为咱若如果讲哦，借给安尼，啊，会当起来啊，做一个。是，哦，啊，当然去访亲的时阵呢，必须，哦，因为了解这讲训，来去所学到的，哦，啊，咱会当也好好，哦，来利用，哦，啊，所以讲，对于了解这个，啊，哦，会当摆伫新装班，或者是讲其他的班组。希望讲大家拢啊，会当借这个机会啊来释放吼。啊，有个真济浅显的啊，希望大家啊鼓励啊一种，啊啊嘛会当讲是一种扶持。伊一个班的内底吼，那伊搭都会啊较济，吼伊会人甲人的。啊，咱互相会去鼓励着吼，啊，咱会去引导着，啊，所以站在伊身高来讲起来，应该拢总是一个正面，啊嘛正需要，啊，伊会当来无来，嘛是一种升级啦，哦，啊，咱会当来个，除了家己咱学习着伊之外，应该嘛，就是讲啊，会当互咱来扶持啊，要定着嘛，会当陪着咱学习变的，哦，啊，会当做到咱来进步，哦，啊，真侪好处。啊，因为好像今仔日呢，比较呼应迄个咱的主题吼，好像嘛是讲希望讲伫干部来讲呢，哦，应该嘛是爱有一个。带头作用啦、啊，哦，只要讲伊时间上会大，家己嘛会当照着安尼来做一个迄个力度，哦，会当来照一个做一个力度啦。因为咱有这个舞台，哦，这个平台安尼起来，哦，主要来讲，咱才是有台风，啊，一种的是讲要安怎对着道理的，哦，啊来来做一个。哦，理由啊，为虾米理由？因为道理有初学理的了嘛。哦，你要安怎对伊由浅入深，还是伊深入啊浅出？这种都是爱靠着哦，咱有讲的机会，安尼咱才有法度来甲伊练就。因为道理来讲起来，咱是不断爱去。不断啦，哦，因为咱每一个咧，就是讲有当时啊，咱一句诗句，你讲一届、两届、甲三届，相信伫咱个心境上无共款，敢是安尼？哦，咱莫讲哦，哦啊一句，一句讲，常常拢讲一句，但是常常讲一句，毋过你一届一届心境无共款，有可能一句就是讲伫一个月前、两个月前。当前、当前讲，
但是咱的心境与修行是不断伫咧前进的，所以我你伫一当前讲完一句，甲一当后讲完一句，你的理由应该会不同啊。而且，一种情形就是你修道的心境有提升，第二就是你伫长久道场的修观当中，你有经过了。一个场面的历练，感谢。就是讲你经过讲吼，有可能就讲你伫修班经过一当啊，你修到的前进有提升，就是你伫修班的当中，你当着顺境甲逆境，啊，你是顺境用什么心，逆境用什么心，而伫迄个当下，你的地位形式，你行以外来讲起来，相对嘛提升形式，你所讲出来的道理就会无同啦。就是你讲讲，比一个讲只苦，讲食苦，你讲食苦，每一个人所去感受的苦无同款，所以当你去讲着苦的时阵，你若如果讲刻骨铭心的苦，你已经行过啊。而你去讲着苦，迄阵啊就够苦啊。你若如果还袂到迄种刻骨铭心的苦，当你咧讲苦的时阵，你的心境还袂到遐嘛？你讲的是，还袂到真正苦的苦啦。或是讲安尼咱听，有啦吼。所以讲起，咱讲伫修道来讲起咧，咱就是讲，其实伫学修者办法来讲，拢总是提升咱心境，历练的迄个机会。所以伫修道来讲起咧，甲是咱的人生来看啊，一定酸甜苦辣，都一定会经过。但是酸甜苦辣来讲起咧，等下咱讲，咱拢要食好食。但是咱当然食个歹食，伫人生啊，我咧想啊吼，我从破败我都爱当着，我咧想，咧想，咧想，感谢你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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！咱讲个嘛，我拢爱好个，敢爱会着？迄好个敢讲咱爱会着啦？为啥物？咱足想要爱，敢讲一定爱会着？咱无爱，你讲爱一个话题，你用心咧想，感想袂起，想袂起，所以讲咧，也是讲伫咱人生的贵点，唔再讲伫迄个无想到无奈的内底，有啥物都无想到，迄就是咱爱袂起，爱无爱，啥袂起，这叫做无想到，这叫做无奈嘛，无想。无常的时阵，也是要发生。咱拢想讲，这代志袂着，有可能，有可能啦吼。就刚才杨总讲讲吼，当你想啦，也不要等于。所以讲咧，伫这无常甲无奈内底，咱讲爱破坏个修行，体会了真理，了悟真人生的真谛。了悟人生的真谛，然后咱去理论，会当去看到、感受到世间伊真正的无常、无常甲无奈，没办法去闪躲的，唯有就是安尼，伊当着要安怎用心去甲伊接受，要安怎去甲伊摆平，唯有干那伊当安尼，无伊个呢？所以讲，就随着你面对了个顺境甲逆境，你用什么心去甲面对？你是消极去面对，还是积极去面对？你是甲当作绊脚石，还是甲当作垫脚石？是不是看咱心的方向？你也看。所以有人讲，怕人手不变得用，当下因祸得会当。阿毛人因土得祸，有啊，迄种讲
所以讲，咱讲话伫修行诶当中，咱要安怎伫迄个绊脚石诶步下边，甲当作垫脚石，在你的心念，伫你诶心念，哦，啊，伫你诶心念咧，即种诶变相嘛，着还是看咱伫修行内底，你去感受道理，是真爱静，亲爱亲。这种爱看咱修道，哦，你你的经历内底，你你了悟的，哦，当着是亲爱亲，坐爱少，啊，你是用安怎来面对、行过了后，去品尝到咱人生，哦，伊的顺境甲逆境，顺境你是安怎应对，逆境你是安怎应对，啊，你不看到，有当个你当着一件，你嘛蛮难，我嘛。啊！你不断不断的去遭遇的时阵呢，你才去调试你的心。那你当你选择了一个爱，我爱看他，你都爱看他，我个人在选择安尼。那是头啊，还袂认定着的是，唯有你就是无去选择，你无到那个地，你无去选择的时阵，唯有你就是没有面对现实。哦，你只有是用你消极的心去来应对。啊，你若不断哦，就是讲等着无好个，你不断伫咧，伫咧等着咧等个，哦，啊，其实伫个心境伫个意念，嘛就是讲你个意念伫开啊，到最后你等着是，我就是唯有足简足简单，我就是用啥物心思甲伊应对面对现实，去来应对，啊来跨过。啊，但是调入这个心来讲起来，人讲讲足简单，但是你调入心足困难。哦，咱讲个不断是在得意。咱讲真个吼，咱嘛知讲脾气无脾气好，但是吼明知故犯，咱家都无当战胜，那你就是我们爱明白。哦，啊，这个来不断的是得意。啊，不断的革命的内底，有咱爱道理。所以咱讲，你若如果讲修，哦，你干那迄个只修修道班，哦，咱就只修无班，就是难成道；只班不修，哦，你就会无道嘛。你干那怎样办？啊，你有当哪样修？你知人做尔啦，但是你无智慧，你会去无道。真正为虾米一直修修道愈修，伊个思想愈偏差？但是咱平平伫道中，为有道量，为虾米人愈修对道量愈健全？愈知影我伫修行上道，愈爱鞭策自己。咱平平修道，为虾米来想想这个？所以讲，我讲伫修道来讲起咧。有当面啊，哦，即、这个，即、这个修换内外双修，哦，这应该就是要咱啊，迄、那个思维浅浅，你讲的有英文比较了解多一些，不会双修呢，哦，这应该嘛是有关的。哦，你若讲只修不办，难成道；哦，只办不修，就无道。啊，这嘛就是有不会双修，哦啊，所以讲呢，伫这所在，伊道场真正唯有就是亲人，啊，你不断的，你能够付出的，你不断去付出；能够参与的，你不断去参与。唯有安尼，你当你得到，你才会真正的大爱。啊，不可能，哦，不可能，哦、啊，所以讲我们修炼。当然要细小小心，哦，那么就是讲一分耕耘一分收获，十分耕耘十分收获，啊，咱就是讲在人生的修道的当中，咱要哪去度化我们内在的惰性、懒惰的惰性，因为道场你若出来惯习，嘛是习惯，有人家无出来也当出来，你的习惯。你就度化你的惰性，哦，啊，你也想到嘛，
就天天休息一天，哦，啊，为着咧就，办办参拜会，办个事来咧，哦，啊，乃咱天天休息天修得吼，啊，天天休息天，哦，哇，大家悠哉悠哉吼，啊，但是咱到底想讲吼，哦，啊，不管是啥，修得那是讲，生理忧患。才会当属于安乐，咱若生于安逸，就会属于忧患。这敢有道理？就是交咱生命同款啊！我讲天天心情咧挂好咧，生于安逸嘛，啊，你敢会属于忧患？你一定爱烦恼，你会等伊会等伊，毋知。啊，若要讲起，一份就知啊，免想，我一定回不了家。伊安尼讲，我拢无想过啦，我拢无压力过啊，我拢无压力过。伊安尼讲来道场，我爱来，爱来。哦，对哦，哦，啊，你学习，哦，学个足艰苦嘞，迄永远条课拢袂去。哦，啊，咱拢唔免学。哦，安尼，啊，迄个，啊，想到嘞，那像迄个人客安尼吼，有请来，无请无来，有请嘛，有一定来，啊，无请都唔免讲，较免来。啊，你若像安尼吼，你若无这个目的，就怎么不要不用烦恼讲你后代要去做一件啦。啊，你若如果生理忧患，你安尼吼，就是讲你烦恼些吼，就你烦恼袂好势，恶人啊，恶人哦，安尼，啊，你若像这班，大家拢唔来参加，哦，还是讲宣传拢唔来参加，咱若到烦恼，啊，唔来到。火气，你到玻璃人间，你就是身在忧患，你绝对会死于安乐。安逸，连环复合一定大。哦，啊，所以讲生死在事是看后壁，看头前。所以头前哦，咱为了啥？该看好一点，该看好一点。那咱一天悠哉悠哉悠哉哦，啊，一路看一路坐哦。社会面规划愈来愈悬，啊，无事体就讲大家变到要死个啊！变人啊用霸占咧看，好像也没有错。但是，若是以伫咱个视角咧看哦，诶，不敢看，哦，就会不一样。所以讲咧，咱一定爱生于忧患，哦，百般死。啊，咱变咱大家离话。让他习惯成自然的生活，啊，我多言多言。啊，虽然安尼，逐工安尼吼，安尼过家安尼吼，安尼安尼做无言的，安尼我嘛习惯。所以咱刚有印象讲，咱道场出一个浅浅，伊拢做无言，无故意嘛过过啊。哦，啊，咱若讲啊，我逐工你嘛过啊，那就好啊。我们的成就就会不一样。那一定要相信这个。这个法则，啊，所以讲你修炼的修道修理念的，但是修德修理念，那你理念呢？你够不健康，都简单可以随顺因缘，啊，顺境啊或者来者，啊那不顺境哦，就感到无好，修德绝对唔是安尼讲，因为安怎讲？你无形的一念因缘果报，那总是错综复杂，难化别掉，难化别掉啦。所以唯有你就是当下，你也免去想讲我过去，我爱不我爱，啊，世人哪会我爱不我爱？过去的已经无法过去了，就不要再想了。哦，你必然。我以后也罢，命运超出在自己的手中，唯有你就是面对现实。我进一棒子，我就是尽量去感受；一旦虚，就尽量去甲虚。唯有安尼能解决的过去，才能解决了未来的问题。啊，你面对尔，哦，啊，你竟然讲自怨自艾，是啊，歹甲有错，哦，啊，歹甲不安怎不安。你若常常咧，伫即个疑
后来这一点的引申引申，一旦不再放下，面对现实，我们两起各样子啊，外头不来哦，我给你求啊，会当恶的就会当来恶，啊，这大人的有机会来大人，你啊不断的用这种心去变革，哦，家家己也当不断的在练就你的内心，调摄你的心，可以让这点生命的准则。哎，去当如的如莲如起，如莲如起。哦，啊，咱若讲伫修道，会当甲一种个瓶颈、甲惰性来度化下来，有信心，哦，咱成就的就是在前面。哦，啊，尤其是讲，伊这个天时愈来愈变，真是，先佛讲的咱袂是真的，因为咱讲天时一天交一天，到同款。天气应该不啊嘛，但是天灾的变多些。这叫做天气愈阴气啦。哦，这叫做咱们自己。啊，所以讲呢，伫咱会当做这个功德嘛，就是讲伫大道搁普渡的时阵，哦，你讲多人来，哎，会当救到。哦，你若讲天，这个天道之道。伊要顾较济人，嘛有许个人嘛有许个人，伊阿讲叫做师傅去去做传。哦，啊，咱讲真会当顾人来先传人，如果有经得，咱会当顾啊好好，无心一直甲先传，一直甲鼓励。伊阿来参加，我阿来参加，对面班来参加，对面班来参加，三班、四班，安尼个变成伊，他有见到伊个机会，马公婆。马公会当甲成全互伊，会当真正成长。啊，这个机会呢？哦，啊，所以讲呢，会当做个，哦，观音者，无求道的观音就是讲道义来求道，有求道呢，咱会观音想办法，互伊会当来，哦，进入到这个道场，接受真理的启发。这种东西咱见功力。啊无，你哪有法度健康一点？啊，我有健康一点。啊，所以讲呢，啊，今次呢，咱一定爱把握这个修行的机会，啊，把咱内在的那一种啊理念一定要去转变。啊，尤其是咱圆满尊者以及各界这个求一贯天德。那么呢，得心法呢，得心明之法和修行，那你当得到这个啊道，因为道道有两种因缘，一种是莲花微笑，啊，一种就是普渡。哦，啊，莲花微笑心应大法，这种会得到福。啊，普渡大德普渡的时阵是，哦，咱只要你有这个因缘，你就能。啊，所以讲呢，一旦得到这个是超生了处的话呢，天道当邪啊，吼，有道难得。咱讲得道当然超生了处，所以讲呢，即以天道当邪，佮你过去是大罗天仙，你即代无受着民俗一致，对不起，应该是不能超生了处。哎，其实哦，即以真道当邪。你得到道，你才有超生了处的机会。过去你是大罗金仙，伫即世、伫即代普渡，你无得到的因素一致，你过去是大罗金仙，也会当超生了处。啊，咱即代会当超生了处，就是因为天德普传，咱有道人会当来超生了处。所以，超生了处，意味就是。啊，所以呢，咱一定要去发达。所以或者你新春练功这个广度有缘出莫法，为什么讲这个主题？无非嘛就是讲，我们尽量去了解天德以应文的迄个大道普度也可贵性。唯有就是讲莫法就是最后一代人，最后一班车要不要破啊？
也就是因为安尼，咱更加爱去甲珍惜，尤其是即摆天气咧，愈来愈啊愈紧急。啊，所以讲咧，咱一旦啊得着的，一旦收入达到，当然咧，咱一旦好好哦来把握。啊，这个道理哦，真的就是大家的。哦，咱若像讲农区啦，哦，咱进入一旦高诶，咱进入高诶，哦，一旦产物诶，进产物啦，哦，啊，咱嘛一旦建筑地道，你像哦，啊，咱讲多人多有来度化，又讲多好来叫做迁化流通啊，哦，啊，火气叫做铸造流通啊，哦，啊，你若像讲农村大道，一旦高诶用来插花，即嘛就是讲铸造流通。所以讲，现在到了等待，咱来接受伊的。那不可能，咱要成功表演有机会。你没有成功表演，你就不能消炎解毒。所以我们等待完表演的机会。啊，所以讲呢，咱要建功立业，真正啊，就是你一定要行出来，你一定要做出来。啊，那不能不可以。啊，这个啊，咱民风组长哦，啊，伊去讲个这个，就一管天德，一心引机法，得修行，哦，伊个可贵性殊胜，就是有讲到德运甲德天，德运就是先得先修好个，因为贵体单传独说，是要延续道脉，啊，要延续道脉。哦，伊咧延续到脉，那伫迄个时阵吼，哦，是一个叫做，哦，伊是一个莲花微笑，心印大法啦，哦，心印大法。那么咧，伫刀片的时阵是先的，啊，伊嘛袂的。咱即期为虾米？你着刀，咱讲个叫调形描述，那是没有错。你无着刀，你无可能调形描述，你去做偌济？哦，你都无可能，哦，会当超前描述。但是呢，咱即届是先的，毋是代表咱功德圆满，咱爱修，爱修爱做。哦，因为咱是先的佛修哦，哦，咱毋是像较早讲先修佛的哦，讲啊，我一定得我本的，哦。啊，咱即卖来讲，道片是先的佛修，大开普渡。破法，你道尽优越观念，所以讲咧，这是大道普渡，啊，大开普渡，啊，所以讲伊这个所在咧，当然啊，多咱地方组长啊，这个所在会当甲伊，甲伊加强，啊，会当甲伊加强者，啊，伊有单传无数，啊，甲伊迄个大开普渡。以先得后修的大家吼，会去进一步去了解吼。啊，佮再来就是讲，咱就讲三修三世，会当求得五世，会当参加法会，吼、哦。啊，又佮讲到七世，伊当咱主理佛堂。这是咱正神国大仙的所讲。啊，咱今日你会当请教的是，因为咱已经修入十世啊，吼、哦、啊。咱既然前头已经就是有修十世啊，当然伫咱最后一里路呢，咱一定要好好跑。啊，若无七十世前功尽弃，哦，所以讲呢，七十世当中呢，哦，咱爱好好珍惜最后一里路啦，哦。啊，佮再来就是迄、那个，哦，迄、那个，哦，咱有去讲到第一点。道统的哦格言啊吼，啊比迄个一为开天，一为开天的结结结结结的以结就是结束的结嘛，哦哦结束的结嘛吼，结果的结，结果的结嘛吼，但是这几天哦，这几天爱安尼哦，哦对，是安尼哦，哦对对对。是，我看一下。因为
格是严格是严格，有哪有啊？格言，但是伊严格吼，就是讲啊，传承延续的意思啦。严格啦，对，严格。是啊是啊，对，传承。传承历史。但是你格言有另外一个格言的意思。格言是研究的研究。研究。哦，研究。啊，就是格言。严格。那是研究的嘛？啊，格言，要讲研究的研，那就是格言。格言。对啊。应该是稍微的严格。严格啊。因为时间听是拢严格的。格言。啊，但是。我那有些格言，但是伊的意思较无同，意思较无同。革命的革呢？严格，革命的革。因为咱个差不多，如果是单看吼，单看是都会严格呢。伊比咱遮的意思应该是。
啊，你家己变，家己做无好了后，哦，啊，你著照你做个迄个顺序，哦，啊，著像安尼咧讲。伊伫村里个时阵呢，当然你要离开长河讲个话去，啊，若无就是你坐看你个国家，你就看那一些字，啊，你著开始家己讲讲，安尼嘛是会使。哦，啊，你若是讲。你照你的顺序安尼对讲，要哪食？即句讲了要哪食？即句讲了要哪食了命？哦，你安尼断了去，去反复练习，可以练得好的。哦，但你那就不行。哦，啊，所以讲大家互相哦鼓励啦，因为目前个感觉咧，就是讲咱囡仔，咱的口才嘛拢袂歹，朴实啦。啊，当然就是讲，咱主题要安怎予伊的关怀，这位就是咱聊天话题的一部分。哦，啊，你即马讲，咱现在学有人写讲咯，你经过一段时间，经过一冬雨啊，自然而然你会得力得足济啊。你未来你讲的哦，你会愈讲会愈滔滔不绝。哦，啊，但是这就是咱打咧学的时阵。但一定去等你的问题，啊，这拢是正常，啊，这拢是正常，啊，只要有心，啊，咱不管啊去看册，有闲嘛是爱看册啦，哦，就是讲咱做个除了艺术以外，哦，其他的册，哦，咱拢会当去看，安尼咱会当增加个印象，所以讲爱多听多闻，哦，有当时啊，咱家己研究还是讲咱班听个。刚才所讲，那是安怎去表达，安怎去讲，这种都是咱在学的时阵呢，所爱去吸收的一个经验。哦，这是我一个感觉。哦，但是第二，对家己一定要去肯定自己。咱不能偏袒家己，因为咱别人给咱意见，哦，不是讲咱别人给咱别，咱别就是以你家己话题出现。啊，你若有心，你就会想办法，你就会想办法去达标啦。啊，你若无心，就简单倒进泥缸哦。哦，啊，所以讲事在人为，哦，唔是讲上级他卡，哦，有可能啊，上无可能，没有那回事。哦，啊，所以或许是，哦，希望讲啊，咱几位遗嘱话咧，啊，咱尽量的鼓励，迄个进步速度，哎，哎。啊，希望然后咱个甲无人才，然后尽量讲尽量个鼓励啦，尽量鼓励。啊，大家对这个班干部有啥物要建议的无？敢无？哦，啊，咱后一届就是，敢若四月十日嘛，吼，四月十日，后一届是咱教官处长交赵老师。刚有讲一个人起来讲话，两个嘛，啊有限制，会使超过偌久？无，啊，迄个嘛无讲上来讲偌久啦，伊即歹讲啦。你讲上来讲偌久啦，啊袂准比较，哦，我懂啦，哦，啊袂要紧，哦，你学偌济，安尼讲偌济，嗯，哦，学偌济，讲偌济嘛，啊，咱自己家己，哦，啊，当然。啊，大家都互相鼓励一下吼。啊，本院的班吼，听讲过这个礼拜，啊，大家爱去进行鼓励。有当时啊，心情轻吼，咱也感觉较诚实，嘛是较鼓励啊。以文艺来讲起，比较较贴近咱生活，咱的生活为人处事方面，哦，迄较无修道的意味，较可以咱日常当中你能当得到。所以，我咱的心情轻的。咱来感觉讲，比较鼓励一代，嘛是使一代，吼。啊，或许讲到这，看咱曾经有咧，甲咱大家注意啥？那么咱就到这，好，啊，最后就咱，啊，万事如意啦，吼，嗯，好，我们来到五会，我们再。
到一高，是一般，像地老五行三七公里，行到一高，再一高，三七高，反正两月前是直接一高，公到一高，再一高，三七高，反正两月是两月本来是直接一高，一起直降。行到一高，再一高，三一高，直降前两一高，直降跟两人是一高，坤到一高，再一高，三一高，直降前两一高，直降跟两人是一高。跟玄天稳了。